是，让我们有请 9% 陈立农、林彦俊、王子毅、王林凯有奖金，欢迎。大哥好，又怎么样？来，中间，五位中间，谁是这条马路上最靓的仔？我们请五位依次跟大家打招呼，好不好？来，三二一，大家好，我们是 9%。长进先来吧，长进先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9% 的尤长进，好久不见。哎呦呦呦，你们的目光像是我的兴奋剂。大家好，我是 BOOGIE， 哎，我了。大家好，我是 9% 的陈立农，欢迎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9% 的林彦俊。哎，我是 represent 9% LG AKA 快乐病毒六小鬼 ，Yes sir。我们要问小哥哥们一个问题，就是之前问过什么叫云追星，知道吗？云追星是什么？云追星，什么叫云追星？欸、我接那个还蛮漂亮的，你又想拍了吧？欸、然后发到你的朋友圈。每天拍一些有的没了。我好想把陈立农的朋友圈分享给每一位朋友。你们。看到他朋友圈的时候有这种感受吧，就有一次半夜的时候看他拍两个自行车，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然后会拍那个什么窗户里面，那个不是，那个是我觉得它是一个艺术照，就是那个自行车不是我当下拍的、嗯、而是就是我觉得它的摆设就是自然形成的嘛。因为你们前不久是很密集的行程，就是 fan meeting， 那每个人来分享一下自己最近在忙一些什么好不好？我们从展金开始。我最近准备去，其实你们声音这么大没关系，你们声音也大好不好？好，我最近那个，因为过段时间有一个要直播的那个演唱，然后所以一直在那个舞台啊，对，然后呢现在就一直因为很久没有算是那种直播的演唱，所以最近一直都在做准备，在练，对对不对？嗯，我们再上一次见面是录节目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对。你还记得吗？那时候吃火锅那次，我们回头聊回头。对，后来另外一次见面是另外一个地方，对不对？好，谢谢，欢迎我们的长进，喜欢长进的朋友在哪里？啊！谢谢子怡。我呢，最近一直在努力健身，然后在写歌。好，昨天刚发了一支舞蹈 MV， 对，然后昨天晚上刚发的。刚发，对，嗯。身材，因为你刚上来的时候不是转一下吗？我觉得身材真的刚刚好，哎，这非常好。所以就是你们每个人的性格啊什么的，我觉得就是天生为这个舞台而生的。每一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优点，然后刚好组成了一个非常完整又完美的这样的一个组合。喜欢王子毅的朋友在哪里？农农，最后讲吧。你最后分享，最高的人最后分享啊！你长太高了，最近。农农最近只能一直在长高。农农已经，农农像一棵树这么高了。鞋比较高了。严俊。大家好，今天天气很好，然后我想说来的时候看到太阳其实蛮大的，然后就很担心你们有没有及时补充水分，不要中暑了，然后。我们也蛮久没有跟大家见面了，在这边看到大家真的非常开心，然后辛苦你们今天的到来。我呢最近在忙着筹备我的作品，然后让一直等待你们久等了，非常抱歉。希望接下来陆续会有更多东西跟大家露出，也希望大家会喜欢。谢谢，谢谢。喜欢林彦俊的朋友在哪里？小鬼，最近嘛，最近。刚从澳洲回来，然后学了一项新技能，就是磊子老师给我了一个速成班，对，教我做饭。对，最近我感觉厨艺感觉有在渐长。然后呢，前段时间
发了一个新歌，对，叫做 Unicorn 独角兽，然后今天也是主题色的装扮，对。然后澳洲之行还没有结束，还会继续去那边拍摄。嗯，就所以你今天早上刚回来嘛？对对对，今天早上你给我发信息的那个时候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喜欢小鬼的朋友在哪里？接下来我们有请农农介绍一下你最近在忙什么呢？嗯，其实最近有一个比较秘密的一个行动，然后它慢慢的呢在浮出水面，发酵。对对对对对，浮出水面，它就是快要定型了，然后要不是说定型就是可以给大家看的，是准备要定型然后去执行它了。是你自己的吗？计划都安排好了。你自己的？不是不是，大家的。你说是谁呢？就是对，我要去做的一件事情。哦，他们知道吗？他们知道。我也知道啊。真的吗？那我要说出来了。所以慢慢还不能讲。对，然后大家应该也知道我会有生日会，然后生日会再告诉大家，好吧？喜欢陈立农的朋友在哪里呢？好，今天我来这边是要来领奖的，我们的粉丝朋友们自己给你们做了这个奖项来给你们颁发，所以我们就把粉丝代表请上来，好不 好？来，有请粉丝代表。我们一个一个站到旁边就好，好不好？谢谢，一个一个站到旁边，欢迎你，欢迎，欢迎，一个一个到旁边，我们一个个来，好不好？我们从小鬼这边开始。Wow. 我帮您拿麦克风哈。好，我们先从来，我们先站好队形，每一位站到，直接颁奖来。大家好，我是 Neverson 小鬼王林凯的粉丝，然后我们这个奖是，全幼儿园。最 swag 酷盖奖，然后这是我们的奖状，就特意给他做的全幼儿园最 swag 的酷盖奖。哎，我喜欢这个称号。哎，很 swag， 所以我们送了一个特别 swag 的滑板的礼物，希望他能喜欢。谢谢谢谢。早点休息，多喝热水。获奖感言是，谢谢你把我的偶像送给我，对，我会好好保护他的。谢谢。谢谢，恭喜获奖。接下来林彦俊的粉丝代表，你好。大家好，我是林彦俊的粉丝 Alnism。 今天 Alnism 给亲爱的林彦俊颁发的奖项是美肤冠军，请哥自己拿一下美肤冠军奖。对，这是一位心灵手巧的 Alnism 为哥哥亲手制作的奖状和奖杯，寓意着每一笔一画都寓意着对林彦俊浓浓的爱意，同时也寓意着在林彦俊十分可期的未来中，我们也会坚定地站你身后，陪着你一起这把。谢谢谢谢。彦俊，你的获奖感言。获奖感言，我会努力地继续往这个更好的目标前进，然后对，希望谢谢你们一直陪着我们，谢谢谢谢谢谢。来，接下来农农的粉丝代表。大家好，我是农农的粉丝，丸子。那个我们给他颁的奖项是催饭博主奖，然后这个是我们自己，谢谢谢谢，这个是我们自己给他做的一个用餐三件套，然后上面画的是农糖姐姐和农农。然后希望他在催我们吃饭的同时，也能自己注意身体，好好吃饭。谢谢。我刚没有注意听，我是得到什么奖？催饭博主。哦，催饭博主奖，好，谢谢谢谢。催饭博主得到这个奖的获奖感言，你的获奖感言。我的获奖感言呢，就是大家。一样记得照三餐准时准点好好吃饭。对啊，没有，因为其实收到了，因为其实大家都有工作，大家都要上学要干嘛，有时候忙真的会忘记吃饭，可是吃饭真的很重要，不然你就会变得跟我一样瘦，就不太好。我最近有在增肌，希望自己可以再有一点肌肉。既然你有经在增肌的话，不如我们现场来体验一下你的增肌成果怎么样。
体验体验不到，体验不到。他昨天给我发那个前天发微信说你在台上千万不要 cue 我，就是额外的事情，所以我不会 cue 你。谢谢大大哥，把衣服打开了这件事情。谢谢大大哥，放心吧，好不好？等你那个作品，等你那个新的事情慢慢可以揭晓的时候，我相信大家一定会很满意的，好不好？好的，加油，农农，加油。谢谢。Walk in my heart, 谢谢谢谢。Walk in my heart, walk in my heart. 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 9% 王子异的粉丝。然后呢，今天给子异颁的奖是天生丽质异于常人奖。天生丽质呢，就是说我们丸子异天生就好看。然后呢，异于常人是因为我们丸子异有一种超能力，它能够 awake my heart, 然后唤醒所有爱自己的心。所以说呢，今天把这个奖项颁给你。谢谢谢谢谢谢。这里有一个就是代表所有 IC 的合约书，然后我们希望子怡能够签合约了。签合约了，这是一个不平等条约。不平等条约，嗯，哇，这个有点敏感了，提到合约的部分。这样两位到台下要商量一下好不好？好，我愿意切给他们。对，愿意切给他们，但是要到下面去看一看具体的条款。好，你们还应该再多写一点，好不好？这是我给你们建议，好不好？然后我想最后说一句话，请说。然后今天所有的 IC 在16号摊位为你加油打阔，然后我们只是想说，王子异你值得最好的，然后你要一直加油，照顾好自己。辛苦了 IC 们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子异，获奖感言，简单的。获奖感言吗？对。我觉得谢谢你们，真的，然后希望 IC 和王子异永远在一起，然后希望还在上学的 IC 们能够好好上学，真的加油学习，我们一起加油，爱你们。谢谢谢谢，感谢。你好你好你好，大家好，我是 9% 的有奖金的粉丝，今天要给有奖金发的是吃不胖的主唱大人奖。所以是吃不胖，这个是粉丝滤镜太重吗？不是不是，是西柚，全体西柚们希望有老师吃遍全天下所有的美食都长不胖，吃尽全球美食都不会长胖，这是很多人梦想。蒋静收到这个奖的感受是什么？首先呢，很希望这个真的吃不胖啊，因为有时候我在家里会埋怨他们一直在吃东西，可是真的不胖，就很希望就自己有这个技能，然后就可以就人生赢家。可以，我也祝福你好不好？希望我们都干吃不胖，好不好？对，谢谢，再次谢谢我们五位粉丝代表，谢谢谢谢五位粉丝代表，感谢，也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帮我们整理一下礼物。那我们迅速通过大屏幕来了解一下，谢谢。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上我们即将要告白的五位幸运粉丝的 ID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上五位即将要终极告白的幸运的五个粉丝的 ID 是什么呢？请看大屏幕。好，这样我们就在现场告白吧，每个人对自己的粉丝一人一句话，好不好？来，好啊，小鬼。I will find you， 默默地守护着你呀。Find you， 默默地守护着你呀。Time， next， woo， woo。严俊，生日会为大家演出我的第一首作品，然后最近一直在加紧的训练中。希望你们会喜欢，然后我们到时候见。谢谢谢谢严俊，农农，现场的堂堂们辛苦了，那我们下次见，今天也要玩得开心。谢谢子异，不知道昨天发的 MV 你们还喜欢吗？然后最近也有在准备新的东西给你们，好辛苦了，然后赶紧见面吧，下次，爱你们。谢谢蒋静，最近在那个微博上看到你们挺忙的，然后就是想说你们一直等吧，我过后还有会有很多作品跟你们分享。我爱你，我愿意未知的任何命运。我爱你们，谢谢，再次谢谢五位，谢谢，下次见。
谢谢。我们是走了。谢谢，接下来到我们的颁奖环节了。我们这次要颁出的就是明星势力榜的荣誉。回顾这一年明星势力榜的数据，我们能够收获许多耀眼的名字。明星势力榜总共有四个奖项，分别是年度互动之星、势力榜的数据，我们能够收获许多。